方是台湾之光，网络上红遍半边天，国际街舞大赛的第三名泡面团。接下来介绍泡面团，那么这是一个团体的名字啊。这个泡面团他们这几位 ABC 的小男生呢、啊、哦，那没想到在街舞这方面有很卓越的这个表现，在美国各地表演都获得非常好的这种佳绩，一块来欢迎泡面团带来的街舞。这几个年轻，他们那个舞蹈真的在我们节目里面还没有看过像他们这样设计的动作，对，擦地板的动作，哎呦，对，刚刚孙耀威说，嗯，以后拿要清理地板的时候，就请他们来表演就对了，马上变成很亮哦。你们好，你们好啊，这个团体，你们的团体叫什么名称呢？叫泡面团 ，Noodles， 泡面团。全部的都是哎 A B C 啊，嗯，孙耀威说你看过他们在电视上，对对，有看过他们比赛，哪边啊？在美国的比赛嘛，对不对 ？America's Best Dance Crew， 哎，2011年6月份美国 MTV 台的美街舞大赛，然后呢是得到第几名？对，那得到第三名，哦，是第五名 ，MTV 里哦，那第三名是什么？第三名是世界。那个街舞大赛，街舞大赛，哎，东方人呢？对，可是他们是 A B C 的，嗯，可是你们怎么会搭聚在一起啊？有时间练舞，不是大家各忙各，要交女朋友，要交女朋友啊？啊，对对对对，我问的好，那先问您怎么称呼啊？我叫 Charles Lich，Charles 李宗泽，对，李什么？李宗泽，李宗泽，我是 Tom 蔡旭东。那你住在哪一州？我们都住在加州，全部在加州。哦，那您呢？啊，你好，我是 Rob 蔡旭彦。啊，大家好，我叫 Arthur 练健伟。练啊，练练习性练的练啊，练功夫的练哦。嗨，我是 Gio 李生玉。啊，大家好，我是杨祖明 Mike。啊哇 ，Mike 好记好记。大家好，我是 Chris。郭秀山 ，Chris， 郭秀山，好，这位呢？你好，我是 Chuck， 叫马文翰。啊，这些年轻人真的
这不容易啊，不容易。好，哪边不容易？大家说说看，说尽了。因为我觉得他们建层的部分做得很好，就是很建层，就是他们每一个建层对不一样的拍子，然后都很整齐，而且分解，而且他们需要有一个很强壮的膝盖以及手肘这边。可怕，我们这样听说空空空空的，对对对，厉害。就他们那个舞蹈结合了 popping、locking 还有 breaking 都在这个舞蹈里面，全部在这里。对，因为你还蛮内行的，好多元化。对对对，就是。耀威呢？您就看这些年轻人，真的，而且那么多人可以练得那么的，就是拍子啊，各样的那么熟悉整齐的话，我觉得真的不容易啊，不容易啊，非常厉害。好，几个问题要问一下这些年轻人呢，谁最怕女朋友？怕女朋友是好事哎。这个，因为我们不想要得罪我们团员里面的女朋友，所以就是，其实也不是啊，大家女朋友都很 nice， 所以这样都很 nice 啊，才会跟他们在一起。这个讲得好 ，Mike， good job。讲的话，等一下回家被打。也就是你最怕女朋友。他就跳出讲出来的那样，因为他讲错了，回去会被打。现在他们每个人都要表演一下拿手的绝活。哇，太好了！团体的我们看不出他们个人的强项是什么。solo 有来啊，孔亮老师给个 reason 的啊，完全是 freestyle 的 ，OK？ 哦耶耶，哦 go。好轻哦。对呀，好轻盈哦。啊。哎呦！我今天鬼吓死了，不能表演光了，后面人很难表演了。哎呀！哦 ，next，OK，、okay、掌声鼓励，交接下一页。哇！这是医生的啦。是。哇！这是什么鞍马？一个手摇滚吗？哇塞，这个会有 OK 了，后就会有伤害。掌声鼓励。Next， who is the next？ 哦，好，来观众掌声大一点。漂亮！耶！哇哦！好像在看武侠片，好像溜冰了。哎呦！哇！什么招啊？蛙人招！哎呦哎呦哎呦！哦！啊，这个是医生来的。哦，医生。怎么这样子可以翻上？好奇怪！哇！哦！耶！哎呦哎呦！魔幻组合吗？掌声鼓励！哦！来！对，够！耶！耶！耶！掌声鼓励！太强了！他们有很多那个突然的动作是很可怕的。对，哦，厉害，好不好？这些年轻人真的不简单，好不好？啊，那希望下次有新的舞步再到我们节目里面来，好不好？谢谢，泡面团，谢谢。